鬼鬼，我是莎莎，我是立冬。汉叶中即将举办特别计划专场哦，从1月4号到16号，我们将在全民 party 跟大家见面喽。用声音营业，聊聊你不知道的营业大小事，而且节目的合伙人也会出现哦。全民 party 年度盛典，让声音记得我们，等你们一起来聊天。这地方就是你们船上的厨房哦。餐厅，哦，这边是餐厅，然后里面是那个煮的票，对，里面是真的厨房，哦，船上所以也是用这种电的，对，船上不有明火，哦，不能有明 火，对，因为怕危险。好，这是烤箱，这是它的哨子，哦，烤箱，用不到，好 ，OK， 哇塞，哇，哇塞，哇塞，哎，浩哥，你 order 的，哇，有了，好拉风哦，哇，好帅哦，大富，哎，早餐能够吃这个，幸福。真的是我们很信心的为你们准备。哎，还有啦，哇，这海鲜粥太澎湃了吧！浩哥还有虾子跟虾子啊，虾子跟蟹脚，还有饭团的材料要拿。蟹脚，虾子我需要。虾子我们开始来播了。来哦，厨房对时哦，现在3:57，是，我们5:50要做好哦。好，那你要加油哦。然后你补眼线，我不会讲什么话。我也是扶着冰箱走比较稳。我跟你到时候说要用这种大的。哎，你们要小心哦，这个船那个在会晃，船上会晃。你会不会晕？你会不会？会啊，我现在简直就晕了。我觉得好晕哦。对啊。哇，哦晕了。怎么晕哦？哇，哦晕了。怎么晕哦？我等下拆视频看，这个肉啊，哎，这个要剥开很难。看完一次，我又晕了。你们要补药吗？晕船药要不要补？可以啊。你要补吗？好啊，集体又要集体吃药。哇！哦哦，什么意思？哦哦，哎呦！啊哦，哎刚。刚呈现一个有到45度，水哦。哦，现在连要撕这个包装，看起来头都晕。你看，有一点，哦，有一点 Michael 的感觉。今天是邪星，很邪哦。我们现在是邪星，哎，现在剥削。